我还有多久啊？什么？医生说我还能活多久？你想活多久就活多久啊！阿忠，咱俩这么多年，你瞒着我有意义吗？哎，你该喝点水了。来，你说，在我死之前还能见到他吗？ 雷东升，你聋了？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哎，烦你了，撒！你别撒我话上，没撒上，就你那破玩意儿，就你自己金贵，忙什么呢？赶紧过来吃饭。雷东升，我叫你呢。 没听见啊！来了来了！催什么催呀？画展那事儿，考虑怎么样了？问你话呢。不去。 你现在要啥啥没有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。人家好心给你点钱买点破水笔能画画，你现在说不去了，你让我怎么跟那边交代？他们那哪是办画展，他们就明明打着办画展的幌子卖东西，我去干什么？你还真当自己是艺术家了？我不是什么艺术家，我就一画画的。哼，今天桌上这顿饭。 一共56块钱，我酒吧那边一个月5000块钱工资。你现在一分钱不挣，整天闷在屋子里面画画，打算一辈子吃我那5000块钱是不是？我不吃你，你随时可以走。